我要准备出，通过拄只咱生活队所唱的，啊，搁拄只咱所读的一段圣经。咱看到圣经内面，就讲，无论伊家己大家哪有去讲，唔通随我无对你，你往倒位去，我嘛要对倒位去，伊要军队伊。哎，姊妹，咱要军队出，咱要军队出。军队主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使命和目标，军队主是上幸福的代志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。罗德基是一记载一个外邦的女子罗德，伊安怎对伊的大家的心肠来坚定着上帝的听？啊，甘心乐意，军队伊的大家相依为命的故事。咱通过段圣经内面，咱看到这个故事足感动人个啊！咱看到这本册内面记载足水个信仰个见证，上帝要透过这个故事，大家媳妇因遮尔好，互相温暖、互相照顾，诶，这个疼个故事，来互咱看到上帝个疼。这个时阵，咱看到这个罗德，伊实在是有一个足好个机会。伊会当伫人生要转变，来成做一个自由的人的时阵，佮伊选择要军队伊的大家。哦，若是伊的大家无好吼，即阵伊可能哇，即阵当来离开伊，迄当然是上好的代志。佮伊要选择军队，哦，这毋是矫情，这嘛毋是伫遐在搬甚物台北小三，这真正是实实在在，因为我看到你的幸福有听。我要军队哩，今日咱军队主要说是不是咱嘛有同款这种的心，咱看到主有听，而且咱看到军队主的人有听，我要军队伊，我要学习伊，我要伫个身躯顶来学习伊的信仰。我相信侪侪咱遮信主久久的基督徒，咱要安怎互人通过咱来见到着上帝听，咱要会当互人伫咱的身躯顶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也通过安尼。互人来军队，咱亲像咱伫军队组成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学习。不过咱嘛暂时也看到，大家是夫妻间吼的问题吼，确实嘛存在伫真济的家庭的内面，在恁的家庭也有。咱通过安尼来加做咱的学习。那有咪？这本册。伊所记载啊，那米这个名，伫罗德基内面啊，伊是一个大家的名，不过伊嘛是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名，是一个甜的意思啊，伊是一个甜的意思，也当讲伊是一个甜的人。所以咱看到啊，因为伊的名是甜，伊确实伊的做人，伊嘛是一个好的人，伊也是一个好的太太，嘛是一个好的大家。好甲连伊两个媳妇拢学落伊，不过伊却是家己伊安尼讲，伊家己叫做马拉，啊，这个字就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实在伊经历着人生太侪个遮苦，伊遭受的遮打击，这毋是咱会堪一个，伊的丈夫死，伊的两个囝也死，这当讲是一个足悲惨的打击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捌听过有一句台湾台语的吉拉话，叫做吼阿婆阿婆啊生囝呐，吼真命哦真命。啊，所以你按照你以前的这传统，就是讲吼，但是囡仔死去，啊伊的媳妇哦，伊要家己的媳妇会当留伫伊的媳妇边，会当抱伊的伊的囡仔会当过来娶伊的阿嫂。哦，会当咧按，搁咱看到这个故事，伫这圣经记载讲，这哪有伊讲，我无法度去生啊，因为我嘛无翁啊，我嘛无法度去嫁啊，无法嫁都无法度去嫁，要安怎生咧？哦，迄阵也无试管婴儿啊，哦，我无法度去嫁啊，啊无翁啊，袂当去生啊，我要安怎去生一个囝？啊，你搁来娶你咧？哦，若是安尼的话，你搁有法度来等待伊大汉吗？这嘛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哦啊、所以伊伫实在嘛伫啊，做一个选择，恁两个来离开我吧，恁两个离开我吧，因为恁对我实在是真苦啦，恁啊继续对我实在是真苦，所以家己的名，另外一个意思讲，我实在不是甜，我是叫做苦，
我实在是苦。什么是苦？那比伊这个家庭所经历的是苦。咱看水亚所伊妈妈经过的苦，水亚所伊是伊过顶的时阵，伊经历的这个苦叫做孤单。耶稣基督伊是过顶这个孤单的苦，伊所以讲，我的上帝啊，为什么你弃杀我？这个敢若亲像那比伊的圣经内面伊讲，上帝伸手攻击我迄个意思。咱拄只圣经，咱有看见。即阵当一个人伊受着艰苦的时阵，伊伫遐想讲：上帝，你为什么你离开我？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你这时阵你唔若无帮助我，你搁攻击我？这就是咱是对人的角度来看上帝。不过咱毋知影上帝后一步伊的旨意是啥？这时阵咱看着哪位伊面对人生遮尔啊重大的打击。伊无为着家己拍算，若是伊这时阵，伊要无爱这个孤单，伊会当想尽办法，会当把伊两个媳妇留伫伊个身边啊。不过这时阵，伊选择伊无为着家己拍算，伊为着伊两个媳妇的终身大事来献身，伊为着要让伊个媳妇来幸福，伊甘愿家己一人面对孤单。伊对两个媳妇讲：“恁大家人就回去啊，因为夜我要温待恁，亲像恁温待已经死的人，甲我也同款。愿夜我予恁啊，会当伫恁新的家庭中间能得到平安。”所以这两个媳妇就甲伊真出，而且出声大谈。而且看到这段经章讲，哪有比甲两个媳妇当作是伊查某囝同款？所以伊的媳妇哦，安尼真尼疼。伊嘛称呼伊两个媳妇叫做查某囝，这实在是真两个外邦人、外邦嫁来的两个媳妇放袂落伊个大家的原因。所以咱看到这种大家媳妇相疼，这实在是家庭的幸福，家庭的幸福。不过咱看到这个故事后壁发展，咱看到罗德讲。唔通催我回去，我要跟对你。你要去倒位，我嘛要去往倒位去。你伫倒位去，我嘛要伫倒位去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伫倒位死，我嘛要伫遐死，我要埋葬伫遐。除非死会当让你甲我来离开，啊无愿邀我同当同款，同款伫我的身上。咱看到路条，伊用伊的信心，伊用伊的贴心。用伊甘愿忍受孤单的心，要来跟对伊大家。这时阵，咱看伊大家也看到伊心意已经坚定，也无搁再劝伊。伊圣经内面描写讲，伊劝伊三摆，伊劝伊三摆离开伊，搁伊拢无离开伊。这阵伊看到伊，也搁继续讲话，就真正是足无情啊！所以，就无搁再劝伊。咱看这段记载，是咱互咱感觉真感动，互咱感觉真感动。大家媳妇这种的三听，伊会当徛伫伊的角度来为着对方想。这是我相信伫这个媳妇的心内所想的，一定在想讲，若不是我离开伊，我离开我的大家，我的大家要安怎？伊家己一人要安怎倒台？伊家己一人伊未来生活要安怎？咱看到这两个媳妇。大汉媳妇甲细汉媳妇所采取的行动就无同款啦。哦，大汉媳妇就真正，到尾啊，就真正等。啊，哥，细汉媳妇就真正讲，你往倒位去，我嘛要对倒位去。你伫倒位歇，我嘛要伫倒位歇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伫倒位死，你伫倒位埋葬，我嘛要伫倒位死，嘛要伫倒位埋葬。咱看到伊所分对伊种心意的坚定。这实在是予咱感觉，这实在是啥物款的痛，才会当予伊这么啊坚定。而且牧师分享几点，要咱甲咱大家三个做伙来看，来做伙讲。伊即句话中间有几样代志，会当真做咱来学习。第一项当行，咱看到媳妇讲，同得讲，你往倒位去，我嘛要往倒位去。人生上爱要紧的，就是会当当行。大家媳妇会当做伙同行，行做伙，无论往倒位去，
等会当做伙三教讲，这是一个真水个代志。过来第二当断，就是讲你对倒位歇，我嘛要伫倒位歇。歇不只是伫遐徛起，也搁伫遐彼此照顾，也搁伫遐互相好关怀。我一个家庭，因为彼此之间诶即种诶和谐、三听，来建立一个幸福诶家庭。再来第三，同国同一个国家，就是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你照一个生活的条件，咱知影，罗德伊不是犹太人，伊是摩押的女子，伊甲纳利无同国，伊是对外邦所嫁人。不过这时阵，伊竟然会当为着疼的关系，伊连伊的国籍伊嘛会当改变。会当放弃家己即个摩押的即个籍来入籍，入去到伫犹太国的中间。虽然看到伊讲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而且嘛包括一个意思，就是讲，你的国也是上帝国，你的国也是你的信仰所建立的一个关系。一个家庭有当下就是一个国啊，你知无？哦，有当时人讲啊，我们家有女王，哦，我们家有皇帝。哦，哎，讲恁兜什么人权上大？哦，一个国家，伊个国权，伊这个中间，咱看到真正家庭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。哦，这是我的范围，这是我的所管，在恁兜有什么所在是啊？什么人有这所管的所在？所以伊讲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再来第四项，讲一个上帝，就得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咱知影外邦人，伊嫁来，伊一开始伊的信仰是拜上帝，毋是叫拜耶和华上帝。摩押的人，伊是拜基月、摩洛以及真正的偶像。不过，罗德伊因为受到拉比的影响，伊竟然伊才讲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看这是多多水的代志。我相信咱中间，我知影有真侪。啊！你是对外邦的家庭，过来基督教的家庭的，啊，这个妇女，真侪我知影，我咧看到真侪，因后来，因也安尼来受洗，来归入这个大家庭的信仰内。我相信这个是恁看到这个家庭有上帝的，这个家庭内面有耶稣基督的稳定，所以你愿意。你要用这个信仰来讲最近的信仰，就清楚了这个看。第二个，当时，就是讲你来做你单位，我嘛要帮你做你单位。会当做伙帮你做，的意思就是同款的归属，同款的归属意思。而且，这比讲，除非死，会当互你甲我三年，会当更加悬一层，哦。咱啊，东方的人啊，甲中东的人对阵讲卖做，哦，这是非常的看重的，哦，这是看重的代志哦，哦，咱甲西方无共款哦，咱看重迄种的关系，哦，就是讲无论是生，无论是死，咱拢要做伙，咱拢要做伙，哦，我嘛要看到讲哦，有一个家庭的中间，这是我以前啊，以前教的我所听到的，因迄种的大家幸福哦，非常的善良。啊，到尾即个媳妇要过身的时阵，伊有反复讲吼，啊，要甲伊死了后，要甲迄个骨灰吼，吼，会当甲伊的大家会当来捐社会，当捐社会，即嘛是哦，我感觉真感动的迄种的片。咱即嘛啊，咱会去做教会公公或者牧师嘛，已经做起来了。咱即嘛鼓励咱就当社会用迄个家族梦的意思，哦，就是一个家族梦，咱甲伊内面小可甲伊。一个改变改装一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骨灰阿嬷会当做伙啊，放伫一个梦的内面，吼、哦，要不要吼，进去一个梦内面会当放十几个，会当安尼做骨灰阿嬷会当放做伙。而且咱看到伊讲的当死当埋葬，迄种的意思讲，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倒位，我一生就是要跟对你到死为止，我拢绝对无离开你。再来当埋葬就是讲你。代理到位，我嘛要代理迄个所在。你看，当去新妇的，当去种的，伊啊就是我生要甲你做伙，我死
嘛要甲你做伙，咱来知影，一个查囡仔伊会当来嫁来到你一个家庭，迄是啥物款的关系？迄是因为伊甲这个查甫的，伊甲伊的丈夫的关系、疼的关系，所以嫁来。会当讲伊甲这个家庭的其他的人是无感情的，会当因为这个查甫的关系，甲嫁来这个家庭。所以嫁来了后，伊就要开始甲这个家庭呢，才会每一个人来建立关系。啊，这个、关系就是爱，拢是对联来开始。咱看到啊，这个媳妇，伊甲伊的大家讲，你买种伫倒位，我嘛要买种伫倒位。这是一个单建立彼此三听，大家是有时间的。以前我嘛捌听过有一个本身笑讲吼，特别的欢呼啦，哦，特别的欢呼，讲吼，啊，就你袂当甲伊囥伫迄个家族内面，吼，一个夫妻之，吼，迄个夫妻啦，吼，啊，讲安尼死了后，我袂当，就你袂当囥伫迄个家一个做伙，吼，安尼有交代，因为因之前的关系，我想你就无好，吼，啊，甚至讲，佮无好佮安那吼，讲连要囥伫同一个公园嘛袂当，哦，爱分开囥。爱分开去，所以咱嘛是会当有这种的交代，但是，不过咱若看到伫遮这种的交代是伊，足清楚伊的使用，佮伊的讲出的这种的话，无论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倒位；无论你埋葬伫倒位，我嘛要埋葬伫倒位。所以咱看到这对大家媳妇伫结婚的中间相依为命，会当互相体谅对方的苦，因为两个人拢有失去丈夫的苦。那我失去丈夫的苦，因这个家庭三个寡妇，因伫行中间彼此安慰，就算头前因要行的迄条路是一个美丽的未来，是无法度知影将来要如何的未来。不过到尾啊，因两个人在老来互相照顾。我刚才这个故事到尾是水真多结局。用这对大家媳妇用这种无私的疼来好看待对方的时，上帝就帮助因，大大来祝福因。上帝佮兴起一个有敬畏的心的人，叫做波阿斯来帮助因。所以后来拿俄米夺得波阿斯，这三个人就用因无私的疼心，将一个原本已经著名、已经看作无望的家族。搁再一届兴起起来，所以咱后来咱知影，这个家族后来所出的人，大笔、耶稣，拢是对这个家族出来。所以咱才看到这是一个真水、真真好的代志。感谢主，而且咱不得不来思考，大家是有一种三听的意念，但是互咱遮认识。伫这世界，我想有偌济大家。因对因的媳妇唔知有偌好啦，唔知有偌疼。不过有倒一个媳妇会当讲出亲像罗定这么大心的话咧？哦，我想有，我想也是不是你有？那是因为在这个纳尔米伊的时代面有上帝，而且嘛鼓励，哦鼓励咱遮的做侪做大家的人，咱要互人咱的媳妇进来咱的家庭了后，会通过安尼。来到伫咱的这个信仰的内面，互因会当伫咱的生活中看到上帝，阿妹吗？阿过去做无到，即摆得当努力咯。哦，将来咱这媳妇咧，咱嘛爱亲像罗定同款，伊会当讲出这种的话，这是一种的信仰。将来恁即摆现，恁只是暂时做人的媳妇，将来恁嘛是爱做人的大家。因即摆恁这做嘛爱开始学习，哪有你？因嘛会当来建立这种的关系，互人会当来通过我的生活顶来看到上帝。有一句话讲：家和万事兴。确实，一个有疼的所在，就是一个上帝要祝福的所在。阿妹，咱的家庭若无好，咱要哪讲？咱的教会，咱要哪讲？咱的社会好？咱要来讲咱的国家会好，确实一个有听的所在，就是一个上帝要祝福的所在。无须期待，咱每一个娘子的家庭，
敢有当存着这种无私的疼，甘愿会当为替着对方设想的疼，愿意互相担当对方的软弱的疼，若有这种的疼，就甜蜜甲幸福。就真正亲像到你的名所讲的，就是甜，也绝对拢无苦的存在。我相信在家庭的中间，家己媳妇若有当加一个体谅，加一种的关心，加一种的为着对方来设想，我相信这个家庭绝对有充满真多上帝恩待的。哦，而且我嘛要甲我妈妈多谢。哦，因为我收留伊嘛爱上班吼，啊有当时啊伊就是啊，但是伊学校真欢喜的啦。哦，我妈妈哦，伊就会上，阮一家吼，阮一家无个人个工作拢是我妈妈咧顾。哦，伊就上在帮拢煮好势，哦啊当阮无闲回来时阵，阮就当啊食着真温暖哦，真好食的饭食，阮就当安尼哦来阮煮。阮会帮到，哦，啊，互互，阮会当马上伫家庭的中间，就会当领受着阿姐妈妈的这个疼痛。感谢主，因为嘛，咱个美感落地，会当来真侪每一个家庭丰富的学习。父母甲囝儿的关系，毋但对血缘的关系，佫会当进一步延伸到伫迄种个姻亲的关系的内面。大家甲大官。丈人甲丈母，媳妇甲仔婿，仔儿甲查某仔，拢共款。一个疼的家庭，一个充满疼的家庭，一个付出会当为着别人来想的家庭，一个愿意担甘共苦、仰望上帝的家庭，一定伫上帝当中是一个伊看做宝贵，上帝也要赐下伊迄种满满的幸福的滋味的家庭。你讲是毋是？我阿较大声，音量较细声嘞，你讲是不是？阿妹，愿上帝恩待咱姊妹，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，和恁的家庭，对今仔开始，恁的关系拢要开始改变。今仔要拍开心门，不然我所讲的咱的家庭，无论你扮演的是什么款的角色，今日拍开心门，耶稣会听一摆，耶稣会听，要一面到底恁的家门内面，大家人的心内。充满，那像哪有米伊个名所讲的甜啊！互恁个家庭真正是甜甜甜的家庭。希望咱所有的啊，咱的姊妹会当对哪有米甲罗德心上学习做一个甜的大家好的媳妇。也希望咱所有在兄弟，哦，咱兄弟，哦，咱的查甫的，嘛会当好好啊伫咱个家庭的中间享受着啊这种甜的气氛，幸福的滋味。咱当时来记得，阿爸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今日也收到幸福，就是因为你所设立的做罗教会，我一只弟弟，要建立真做一间幸福的教会，幸福教会就有幸福的家庭，就有幸福的大家媳妇的关系，就有幸福的夫妻的关系，就有幸福的家庭亲子之间的关系。我恳求上帝，你的大领同大稳定，会当伫阮的中间。帮助我来建立幸福的教会，幸福的家庭。同心祈祷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